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比较这两个数的大小，我把它画到第一象限去，哦，它周期180，我给它减两个周期，就是360了，40嘛，这是等于 tangent 40度。哦，我这个给它减掉四个周期，就是720。哦，720的话，这样就是 tangent 哈、哦。减720就是50、啊、那第一象限 tangent 正函数嘛，所以这个比这个大，所以 tangent 400度小于 tangent 呢770度，也就 tangent 770度大于 tangent 400度。